研究了这么多明星妆容，今天来给麻辣烫们改妆了。第一个妹妹，我觉得你特别适合亚裔轻欧美的风格，不知道你自己有没有尝试过？首先把你头发顺直了一些，然后轻微的拉高了轮顶，肤色是黄暖调的，用一个粉白调的粉底调整肤色。在面部的平整度方面，需要着重提亮嘴角下缘和眉心三角区、鼻基底。我其实很喜欢你的泪沟，可以稍微保留点泪沟，这样会有轻微的厌世感。然后给你选择了带灰调啊朦胧一点的美瞳，然后眼影这里是大头，你非常适合截短小圆心和重一点的下睫毛，一道腮红帮你减少面部留白，再加上一些小雀斑，红红的部分略显厌世的亚裔辣妹就出来了。最后将眉毛修细画挑一些，真的能起到爆感的效果，妙啊，实在是妙。第二个妹妹，听说你是个老师，然后我看照片的第一眼，我的感觉是哇，全智贤，真的脸上五官的分布当中有点全智贤的影子，所以按照全智贤这张出圈照给你改的妆。首先右边眉毛下压，脸更对称，用提亮解决木偶纹和口周的不平整，鼻基底和印第安纹的区域也要提亮，香槟色提亮卧蚕，将上唇外扩伪素颜妆容就已经很好看了。间接版本画一个短而上翘的眼线，用粉色腮红加深卧蚕，眼珠上方的睫毛刷一点就好。 T 恤部分稍提亮一点点，增加人中这边的立体度。不要把腮红画在面颊，把它着重画在鼻头，可以在面颊中间或者眼下点痣，给唇妆加一点水润感，真的有野蛮女友时期全智贤的感觉。这个妹妹觉得自己化妆显老，眉毛很重，找不到化妆的重点，没问题。首先最重要的一步，将眉毛修细一点，上移右边的眉毛，给左边眼睛加一个双眼皮贴，鼻翼两侧用浅色遮瑕和高光液提亮也非常重要。调整好肤色，咱们要处理嘴角下方的暗沉区、颧骨下方的凹陷，然后提亮额头。想要化妆不显老，建议你用藕灰粉色修容，带一个有扩瞳效果的棕色眼珠。 A 字型的下睫毛会更加适合你，用金棕色染浅眉毛，唇线比扩宽嘴唇，用遮瑕收下唇，用明橙色的唇釉，真的有国泰民安大美人的感觉。最后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照片，我们互相改装，听劝变美。